怎么样，觉得？哎，帅，真帅。不过你穿这身挺奇怪的。妒忌？懂什么呀？没有艺术细胞。要帅，还是咱这盘服最帅。胡说什么呀你！我懂啊，胡哥，3000块，一座武馆加一个美女，多值啊！哎，我去！
胡哥，人呢？在前面，快追！ 这段视频是他们进入展厅以后拍到的。嗯，爸，他们行动非常明确，就冲化石来的，而且个个身手敏捷，就跟初入自家似的。 把这个视频拷一份，回头给我。好的。老王，哎呦，来了。老王，啊，这个能给我复制一个吗？我要真，要像。五千。 没问题，好，慢走啊，好。你单人的照片已经够了，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等我打个电话吧。啊，好。你什么时候到啊？ 拍婚纱照你都迟到，你什么忙的？哎，欧阳菊，你混蛋！我一直在值班嘛。值什么班？就那个博物馆，好好的武校教练不当，凭当个小保安有什么出息啊你？我是保安队长，菲菲。哎，就三个保安你当队长，你好意思吗你？哎，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虽然人少，但价值可大了。哎，昨天要不是我，文物怎么就没了？哎，不好意思啊。哎。 菲菲，你别生气，文慧找我肯定有正事儿。菲菲，文慧，文慧，怪不得你那么喜欢在博物馆待着，气死我了！哎，菲菲，喂，好好好，我马上来。菲菲，你先自己回去吧，我真要走了。啊啊！欧阳菊，你混蛋！ 馆长，你找我。啊，九虎，一会儿你把这化石带到慈圣寺去。这化石放到寺庙里干嘛？有人惦记这宝贝，我们不得不防啊。这个放到寺庙里不一定安全吧？这个我知道，所以你们得住在寺里。还要住进去？那博物馆怎么办？ 这个我会安排的，快去，文辉在车里等你呢。好，哎，绝户啊，一定要保护好。馆长放心。 老爸觉得这东西放在展厅不安全，在等专家来鉴定期间，想想还是把化石另外找地方放起来。这块化石啊。 对古生物研究界可是有特殊的价值的。哎，嗯，跟你说话呢。哦。怎么，又跟小师妹吵架了？没有。哼，我告诉你啊，女人是要哄的，尤其是热恋中的女人。经验之谈。啊，不，我其实我就是比喻，作为女人嘛。 肯定比你更了解女人嘛。好，那么你说，你们女人到底想要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呗。就这些？嗯，还有物质生活，还有……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好好努力，哪有物质生活？不，这些啊都不重要。对我而言，只要找到一个心爱的人，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生一个大胖小子。
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晨钟暮鼓，了却所有的世俗烦恼。烦恼本源于心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彻底放下了，也就轻松了。大师说得好啊，放下了也就轻松了。可是有些人呢，偏偏放不下。不行，放下就摔了。二位，请随我来。过来。昨夜本县博物馆遭盗匪入室盗窃，与保安发生打斗后，小偷翻墙逃走。所幸的是，在玲珑塔镇刚刚出土的鹤氏近鸟龙化石安然无恙。这是我县博物馆建馆以来第二次发生盗窃案。根据现场监控发现，小偷为两人，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老板，真对不起，昨天真是个意外，没想到他们装了摄像头和机关。真的，老板，没想到那个保安太能打了，简直就是武术教练，对吧，哥？我不管是保安还是教练，总之还有七天，我取不回来，我拿你们来练。明天我就杀个回马枪，一定要把东西拿到。老板，你先忙着。张总，没问题，找几个兄弟活动活动筋骨。还不带点有余吗？是知道有啊，这下你看看。冬儿，你走路不长眼啊？你怎么说话的？什么？怎么说话？你衣服勾着我鱼钩了。哟哟，范冰冰啊，和我女朋友有点像。钱你拿走，钱包还给我。哎，哟，是挺漂亮哈。你看，我再说一遍，钱包还给我。他是不是在恐吓我？我好怕怕呀！
老板，我肯定那个化石被转移了，看守少了，那个很能打的保安也不在。转移？建昌就这么大，能转移去哪里啊？菲菲，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一言难尽。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我这次来就是要带你跟我一起走。菲菲，跟我一起走吧。走，去哪儿啊？我带你去国外，咱们一起去旅游。你不是喜欢薰衣草吗？我带你去普罗旺斯，那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嘿，我带你去巴黎看铁塔，咱们可以一起去看日出，特别特别的美。你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知道那个能打的保安去了哪里。老板，不过侦查也需要经费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吧？天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而且我一点英文都不会，出去以后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跟个傻子似的。这英文呢就不叫事儿，我开始啊也不会，但是在那待时间长了，慢慢就会了。你放心，英文包在我身上，我教你。可是，你是不是放心不下师傅？你放心，我会亲自跟他老人家说清楚的。咱们年轻人就应该勇敢地出去闯一闯，见识一下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不能局限在这个小县城里，那都没有发展，没有前途。菲菲，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都是你。我知道，你可能是因为我当年那件事，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天龙，我和我爸都相信你是清白的，那只是个误会。是，那是误会，你还顾虑什么？跟我一起走啊！我订婚了。订婚？跟谁啊？跟俊虎。欧阳俊虎？我没你这个徒弟，你给我滚！师父，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滚！张总，你找的兄弟身手不错。晚会啊！啊，你抽烟了？就想抽两口。不是，爸，你都戒了好些年了，你怎么又抽上了？哎，突然的，就想抽了。爸，你是不是担心化石啊？
哎呦，你就放心好了，化石都藏得好好的，不会被他们发现的。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第一次没偷走，肯定会偷第二次的。这事都闹得沸沸扬扬了，他们还敢来啊？不怕被抓啊？哼，他们是有备而来，熟门熟路。进出博物馆，就跟进自己家门一样。我怀疑啊，这里边有内鬼。你不打算告诉他？什么？青铜鼎。别乱说。你还真是贼不走空，非得顺点东西出来不可。不能白跑一趟，对吧？就那么个破玩意儿，又卖不出去，留着烫手，还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你要它干嘛？你别小看我，谁说卖不出去的？我这几年可不是白跟着。我看东西已经不在博物馆了，上次打草惊蛇，而且新闻也没报道丢失东西，证明对方已经开始给我们布局了。对呀，怎么没提青铜鼎的事儿？要么就是赝品，要么就是对方故意隐瞒。看来这笔生意不好做呀。咱们呢，去找贺叔叔帮忙，让他呢帮忙咱们加强这个保安工作，怎么样？傻丫头，贺老头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干梗倔，点火就炸，他就是一头蛮牛。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年都不来往啊？大人的事儿你别管。行行行行，我不管，我不管你们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觉得吧，你们之间这么长的友谊，说断就断，太可惜了。再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该放下就放下吧。哎，这样吧，爸，我陪你一块儿去找贺叔叔，正好我这次回来还没有见过他呢，好不好？嗯，咱们现在就走，走啊。现在就哎呀，走走走走走啊。哎，好走。哥，嗯，咱们收了亨女章的定金，不做事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先摸清情况再说吧。这几天你负责盯着那老头，我盯着那保安。好。什么呢？走吧。停！来，看我给你们做个示范。打出去的时候弓步要弓好，回来的时候手要架下，上步搓打出去，听见没有？听啊。贺叔叔，还是那么好的身手啊。文慧，你怎么来了？不欢迎我啊？怎么会不欢迎你呢？越来越有出息了啊。这个呀，是我爸爸专门为你选的茶叶。你爸爸还记得我爱喝茶？啊，喝茶习武是你最大的爱好，我忘了什么也不会忘了这个呀。
你也没有证据，你这是诬陷，明白吗？我是亲眼看见他跑进你武校的。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吵，您呢请回。小朋友，我刚才看到你啊，练得特别好。哎，练功去，练功去！你练了多久了？啊，说你呢！快去，你来干嘛？我来见贺叔叔。见我爸？啊，对呀对呀。你会这么好心？我。前几天。博物馆又被盗了，监控拍下了两个小偷的照片。哎，你等等，我可告诉你啊，欧阳哥哥现在在我的房间呢。啊，他跟我说他再也不想见到你，让你赶紧走。他现在在你房间啊？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在慈圣寺吗？慈圣寺，他又当和尚了？哎呀，不是不是，他怎么可能当和尚嘛？是我爸安排他去那儿。这，哎呦，这你爸？哎呀，这算了，不说。说啊，你俩到底怎么回事？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如果有线索，你一定打电话给我。哎，爸，菲菲，你放心吧，我会的。爸，好。爸，吴叔叔好。哎，爸，我要去慈圣寺。你去那干什么？你管呢？还好现在我来开，刚才你开的像蜗牛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到慈圣寺啊？那你慢慢开啊，安全第一。哎，你就那么想见他？谁想见他了？哎，你们认识多久了？有几年了吧，从他来到学校以后，我们俩就形影不离的。说实在的吧，俊虎挺优秀的，人长得又帅，功夫又好，肯定有很多小姑娘喜欢他。哪儿那么多小姑娘喜欢他了？再说了，就算有小姑娘喜欢他，他最喜欢的还是我。哦，到时候你可别不自信啊。你可要把他看紧了，要不然呢，我分分钟就把他给抢过来。你敢？看车！你再这么说，我就把你扔出去。一、二、三、四、五，这么软，没吃饭。欧阳俊虎，你未婚妻来了，赶紧过来接驾吧。菲菲，自己练啊。菲菲，哎呀，你怎么来了？放开我！还生我气呢？什么叫还生你的气啊？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我打那么多电话，我……菲菲，这是庙里，清净之地，小声点啊！不说我们的事儿了。什么你们的事啊？人家菲菲是专门保护化石而来的，不是来看你的。就是，你还要住这儿？这什么表情啊！啊，我就是要住这儿，而且你在哪，我就要在哪。不是菲菲，你说这一个和尚庙，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方便吗？没什么不方便，人家文慧都说了，有什么不方便的？而且再说了，我是来保护化石的。不是为某些人而来的，多个人多份力量嘛。行了行了，你们慢慢聊。住哪儿？啊？放包。啊，跟我来。想什么呢？想什么呢你？哎，你们看，你们看啊！不知道咱虎哥喜欢他哪一点？喂，有你们什么事啊？赶紧练功！那女的不是你照片上的人吗？她就是我的师妹。旁边那个俊虎，是我以前的师弟。师弟？
哦，难怪那么能打，一个师傅教的。没想到我以前最好的兄弟成了最难对付的对手。哥，生意利益可以分享，但师妹可就一个，抓点紧啊。你看他俩那么亲热。菲菲是我的。是是是，你的你的你的。啊，您是香港旅行社的亨利张先生。对对对，幸会幸会。请请坐哈。请坐。请坐。亨利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啊？哦，我来这里啊，主要是考察一下我们建昌的文化旅游资源啊。那您应该去旅游局联系啊。哦，是这样子的。通过我这几天的考察呀，这个我们建昌县有很多好的旅游资源啊，比如白狼山啊、龙潭大峡谷啦等等，我都去看过了。这个我还发现当地有很多文物遗产，这个我自己都没有见到过啊，我相信香港的朋友也没有见到过，所以我就来了一个想法。你看，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作在香港搞一个文物展，嗯，这样子的话呢，让全香港的同胞啊都更多的了解我们内地的文化遗产，增加爱国热情嘛。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公司当然有利啦，对你们当地这个建昌的文化旅游啊、经济开发建设啊也是大有好处的。亨利先生真是远见卓识啊。这个主意好，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回头我向县领导打个汇报啊，好好请示请示。哦，对了，我听说近段时间我们建昌又出土了一件宝贝化石，是吧？我敢保证，如果在文物展上展出的话，绝对会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啊。亨利先生，这个主我还是真做不了，回头我向县领导请示一下，等有了消息以后啊，我呀再联系您啊。真对不起，我不能留您了啊。好好好好好，但是你放心，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啊，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市场经济嘛，反正有付出就有回报了。回头我们再联系啊。好，再见再见。你说师兄回来了？对啊。师兄也太不够意思了，回来都不跟我说一声。他忙呗。对了，他说呀，回来要找人跟他一起开武馆呢。好事儿啊。只是我现在重任在身，根本走不开啊。臭美什么呀，人家又没说找你，师兄说要跟我一起开武馆。他真这么说的？不行。为什么呀？总之就是不行，我不让去。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你放心吧，我都跟他说了，我要陪着你，我放心不下你。菲菲，欧阳，要不咱们离开这儿吧，如果你要是觉得回武校没面子的话，哎，咱们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菲菲，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走了师傅怎么办呢？再说我都答应文慧和吴馆长，我一定要确保化石的安全。好了，倒没说过。哎，菲菲，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之后，我们好好拍一套婚纱照，好不好？你自己拍吧。大家都跟上啊。
慈圣寺位于白狼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建昌县东，距县城有5公里，占地面积28014平方米，建筑面积2424平方米。据史料记载啊，这里是古白鹿山祠旧址，也有僧人在此修行过。亮子，摄像头再往左边来一点。哎，对了对了，就是这儿，大家可以自己参观一下。再来一点。哎，对对对，再来一点。哎哎，菲菲啊，你见到欧阳哥哥了吗？啊，他在那边屋里。欧阳哥哥，嗯，哎，菲菲，你在这干嘛呢？我在安监控呢。装监控干嘛呀？这样能更好的保护化石啊。这化石都藏在寺庙里头，谁会来这儿偷啊？哎，这叫有备无患。那个傻丫头。欧阳哥哥，你陪我玩玩嘛。建鹏。哎，来了。回来陪你玩啊。讨厌。建鹏。我会。里边那个屏幕安好了吗？啊，安好了，通上电就可以了。啊，一会儿啊，把这个摄像头安在大雄宝殿牌匾的旁边，知道吗？哎，别忘了检查一下啊。放心吧。哎，等等，过来过来过来，看看你。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呦，一头的土。哎，好了，你小心点啊。一、二，三，师父。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两三天了。在外面好好的，回来干什么？这次回来，一是看望您老人家，二是有一个老板愿意给我投资，在香港开一个少北武术拳馆。我想，这不正好能让少北武术发扬光大吗？你能回来看我，说明你还有良心。还是那句话，练武要表里如一。不能因为那点功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师父教导的是。师父，师妹呢？啊，她去了慈圣寺。俊虎师弟呢？俊虎他……啊，这样吧，你给我留个电话，明天我让菲菲去看你。他前几天还念叨你来着。师父，我想让俊虎跟我一起去香港。不行。
说什么呢？哎，菲菲，我欧阳俊虎向你发誓，以后啊，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好啊，练功。慈生寺，联系一下买家，我们明晚动手。师兄，我在酒店等你。嗯，亮子，嗯，看见师姐了吗？不知道，是不是没起呢？怎么了？是不是回学校了？回学校应该说一声啊。人家干嘛告诉你啊？不对，我觉得。有什么可觉得？这女孩需要私人空间，私人空间你懂吗？哎呀，来吧，教我练功，教我练功，不会练功好不好？你自己练吧，现在人没了。谁没了？我哪知道？哎，继续练功，继续练功啊！你真的决定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好，等我办完事，咱们马上就走。嗯。有一天我走了，你会找我吗？说什么呢？哎，菲菲，我欧阳俊虎向你发誓，以后啊，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什么病啊？
就这么块破石头，真值这么多钱？这你就不懂了吧？懂他的人是宝贝，不懂他的人，他就是个石头。反正我觉得，就算是一坨恐龙的屎，留到现在也肯定卖钱。喂，巫叔，有人把化石偷走了。什么？别想那么多了，反正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哦，爸，丢了的化石暂时不会有人敢要的。再说警方已经发出通缉令了，只要他们敢露面，肯定能把他们抓住。那玉安吧。师傅，俊虎，你怎么回来了？师傅，大师兄是不是来过？啊，昨天晚上化石被盗，我跟对方交手，发现对方打的是哨兵拳，我怀疑。你怀疑的是谁？难道是天龙？我只是假设。不会吧？他说他要在香港开武馆。啊，那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关机了。哎，菲菲会不会跟天龙在一起啊？菲菲昨天一早就不见了，我还以为她来学校了呢。这个丫头真是让我给惯坏了。我再去找找看，如果师兄打电话来，你想法拖住他啊。嗯，好，我先走了，师傅。啊。爸，你就别发愁了，来来来，馆长，喝杯水啊。菲菲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我师兄回来了。你是说蒋天龙？我和小偷交过手，我怀疑跟我猜的一样，就是他。我出去找找。哎，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买家靠谱吗？放心，以前和他交易过，真靠谱。行了行了，走吧。走。哎，王哥。哎，走走走走。啊，对了，这是我大哥蒋天龙。王大成。蒋天龙。叫王哥。王哥。王哥。东西呢？自己来，自己来。王哥这么专业，兄弟肯定不敢怠慢的。现在赚钱不容易，这些钱还是我抢来的呢。你看，现在还在吃泡面。哎，小心点啊！哎，王哥，不信兄弟啊？听说你师父混得不错，他去哪儿了？他做生意去了。
怎么样，王哥，是真的吧？兄弟怎么敢拿假的骗你呢？真的。行。吃过了，我们吃过了。不喜欢？不是不是，真吃过了。那没事，我们就先换点别的。哎，王哥，王哥，王哥，慢点，王哥。王哥，王哥，你这什么意思？兄弟有点不明白啊。行啊，兄弟，刚出来单干，就这么有胆量？王哥，有什么话请你明说啊！拿个假的来骗我？假的？不可能，怎么可能是假的？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那就来点真的。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的假的一试就知道了。哎，那真的是真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假的。王哥，如果是假的，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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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哥，哎，王哥，我包里还有一样东西，你肯定会喜欢。真的，王哥，就在包里。王哥，求你饶了我，求你饶了我呀！如果这个再是假，我一定把你练。不不不，不会，这是从文物馆里弄出来的，绝对是真的。真的，王哥，这是战国的，肯定值不少钱。王哥，你要是喜欢，你拿去，钱我不要了。放了我们，求你放了我们。把他放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有能耐，啊！你呀，比亨利章强多了，兄弟。谢谢王哥。走走走走走。哎哎，王哥，不不不，不坐了，王哥。你忙你的哈，王哥。哎，别着急走，别走。见了老朋友再说。老朋友。张总，哎，王兄，好久不见，你还是这么意气风发。嗨，你不是一样，现在还这么节约吃泡面啊？市场不景气，钱难挣啊，这俩就交给你了。嗯，好，真话实在包里。可以啊，这顺手牵羊，投桃报李，包括挖墙脚，你都学会了啊！老板，我错了，我该死，我该死！哎，别打了，疼啊！老板，我该死。你以为出来做这么简单啊？啊，江湖上连个熟人都没有，你他妈的学人做老大！这次幸好王兄通知我，要不然的话，我还真的在你这小阴沟里翻船了呢。老板，老板，对不起。老板饶了我吧！好，哎，把刚才那个汽油全部淋在你身上，点起来。你给我跳段小苹果，如果我看得高兴了、开心了，说不定我还救你一命。哎，老板，我错了。老板，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老板，我求求你了。老板，别动！老板，老板。别激动，一个一个来。老板，对不起，老板。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养了一个白眼狼啊！你以为我是傻瓜呀？老板，我错了，老板，对不起。会功夫是吧？就你那两下子。你当成如来神掌啊，还是蛤蟆功啊？有枪快吗？嗯，张总，嗯，我就不掺和你的家务事了。嗯，桌上那是定金。嗯，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慢走，走。you
钱东鼎，别，不要命了？走，哥，哥。刘子，先别管我，快走！来，刘子，刘子，哥，钱给你。又爱使小性子，还经常打你骂你的，你喜欢我什么呀？这些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你骗人，这世上哪有人会喜欢一个刁蛮任性的女孩啊？菲菲，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你就是这样的人。有一天我走了，你会找我吗？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我都会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哦，你好，请问见过这个人没有？没见过。哦。哦。有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啊，对不起，没见过，真的没见过。哎呦，他到底去哪儿了？到处找都找不到他。哎呦，怎么办呢？喂，喂，菲菲，是你吗？菲菲，菲菲，你说话。欧阳哥哥，是我。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我挺好的，你别再找我了。你不用为我担心。你说什么呢？我要离开这儿。离开？你要去哪儿啊？你就别问了。你答应我，好好照顾好我爸和武相好吗？贺菲菲，你知不知道我找你很着急啊？只有我走了，你才会回武校啊！菲菲，现在是危急关头，我身为一个保安队长，你别再提保安了，我挂了。哎，别！菲菲，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马上回武馆。你说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哎，菲菲，你是不是和师兄在一起？没有，没有啊！我怀疑那化石就是师兄偷的。不可能，师兄不可能偷化石，不许你诬赖他。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帮我拖住他，真假一会儿便知。我先挂了啊。喂，菲菲，师兄，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走。怎么这么着急啊？香港武馆那边出了点事，让我赶紧回去处理。收拾东西啊！化石是不是你偷的？
我们报警吧。不，如果真的是师兄。 我一定亲手抓到道公安局。你放开我！不，你弄疼我了，你放开我！我不，放开我！菲菲，我不想这样。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跟我爸都相信你的清白，你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你以为我想这样？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还不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你给我住嘴！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贼！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我不会跟你走的。我现在爱的是俊虎，我要跟他结婚，你永远比不上他，你永远比不上俊虎！啊！欧阳俊虎，你坏我好事，伤我女人，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啊！ 不行，赶紧报警吧！哎，你干嘛去？这是我们师兄弟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喂，师弟，你喜欢谁？实力还喜欢谁？师兄，很久没见。欧阳，你还是以前的俊虎，可你却不是以前的师兄了。时代在变，把菲菲放了吧。化石给你。 你回去好好当你的保安队长，你给不了菲菲幸福的。化石是建昌人民的财富，必须要留下。关于菲菲的幸福，由她自己选择。好，还记得小时候菲菲说的吗？谁厉害，喜欢谁。
慢点，慢点，师兄。小心。去医院，去医院！来不及了，不，来不及了，菲菲。俊虎，你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黄的笑容，曾经的青春，虔诚倒在你怀中，多想看到他们，就看到了中国武术的希望。习武先习德，武术固然重要，练武人的德行也一样重要。你是的指引我找到火种。爱藏在心中，无惧伤处有多痛，尽管迎着雨，尽管迎着风，珍藏在心中，冲破硝烟的迷雾，火中照亮宁静的天空。
尽管迎着雨，尽管迎着风，深藏在心中，冲破硝烟的迷雾，还是火种照亮宁静的天空。怀中多想懂一懂，多想再说声。